vem com jogada ensaiada, com certeza, Osmar. A chance do tricolor, Raí na batida, ele falta, capricha, garotinho, capricha. Rolou pra Cafu, pra Raí, pro gol. E... Sebo Yu Chong Pao, Gombo Yu Seng Ao, Feiso, Dai Si Heng, Laman, Tong Li Bao Chuk Gao Safan.好啦，又到爆足90分嘅时间，第二节啦，今日咧就系5月23号啦，咁啊继续啊，有我肥叔同阿近啊，咁啊唱双簧啦，今日，咁就第一节啦，哇都讲咗好耐，我成日有时咧，大家唯有喺度好啊，即系你多人咧，即系你会有两三个啊，咁啊倾咧，其实你嘅时间系唔够讲，因为你讲下讲讲咗好多嘢，咁啊第一节咧，其实都讲咗欧冠啦，讲咗譬如马体会啊、皇马，又讲埋巴塞新上任嘅主帅啦，咁不得不提都要讲少云高尔，因为啊同阿近都可以研究下，因为其实云高尔而家最新消息，即系大家会知道上任啦，咁其实背脊都有好多得意嘢嘅去讲咁啊，接受访问就话。其實曼聯咧一炒咗莫耶斯之後咧就揾佢啦，咁啊其實佢又話尊重荷蘭國家隊，所以佢先至揀啱啱踢完個友賽熱身賽先至去公布，咁同埋咧佢就有好多考量嘅，咁首先佢嘅團隊咧就帶咗布連特啦，同埋浩克啦，即係嗰個門將訓練員啦過去，咁帶古華特佢帶唔到，因為話曼聯方面唔中意啊，即係應該最終傾唔掂，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位咧就係話。原來點解我之前我睇禮拜所講咧，就話當時傑斯其實都唔敢講宣唔宣佈，咪記唔記得最尾嗰場，即係主場，佢唔講自己究竟繼續喺度踢，退唔退住？其實我都話佢等緊雲高爾嘅即係指示。咁其實佢真係啦，佢話曼聯就即係雲高爾，即係話我好歡迎傑斯加入呢、這個即係團隊，但係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是。希望佢專心就唔好再踢啦。咁呢個係正常嘅，即係正路嘅，因為作為你個助教，你又攞踢，咁你無謂啊，我覺得係咪先？你就專心踢。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就亦都好合理嘅，好合理咁變咗。其實而家即係雲高爾咧入主同埋個團隊咧就應該好扎實。咁但係就話佢仲有一樣嘢咧嘅透露咧，就話其實雲高爾咧唔係講佢自己年薪嘅價錢，即係佢話唔好嚟嘅啦呢件事，因為其實佢話太太本身想佢退休。即係起曬背後咧，不如退休啦，享下福啦，即係唔好咁辛苦。但係佢就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即係好好嘅機會。佢都屬於工作狂嚟嘅，成日其實佢老實講，你問我雲高爾邊退到役啊？即係以佢嘅性格，早退休要等於催命嘅啫。係啊，真係㗎。佢呢啲咧，反而好似你阿拉戈尼斯嗰啲做到老咁，你都叫做係嘛熬到七八條啊？係咪先？你即係你太早，你而家六啊幾啫嘛。其實你雲高爾六啊幾啊嘛。咁變咗同埋以佢嘅性格咧，即係都大家記得咧。我諗最深刻雲高爾係咩？2000年嗰時嗰個廣告啊，其實即係偷波嗰個咧個廣告。咁其實你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嗰個廣告其實亦都見到雲高爾嘅領隊突顯咗佢性格嘅，即係好似啲行動組嘅嚇嘅指揮官咁啊嘛。咁但係有一個即係講嚟講有個隱憂啦。咁阿近唔係同埋佢頭先講到啦，即係話佢其實唔係關心自己年薪先嘅，佢關心就係話好我嚟，你係唔係可以去我想要嘅球員或者我想建造嘅球員可以俾到我嗱？但係反而呢個我擔憂嘅。而一個關鍵所在就係第一。首先，曼聯俾唔俾咁多錢你買先？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因為佢而家要得嘅人個個都價值不菲嘅。你睇下，我當你啊，我拜仁肯賣，好啦，湯馬士梅林賣幾多錢啊？你咪諗下咯，冇乜4-5千萬你都唔使諗噶啦，最少。跟住你有賺咩曉姆斯啊等等，個個攬埋都2-3千嘅啦。即係你而家曼聯最少我諗攞10多億英磅出嚟，你先至可以叫圓滿地去。去完善咗雲高爾之前想諗嘅嘢啦，或者啲球員咯咁樣。咁第二就係話問題就係萬雖然雲高爾入主咗，但係係咪個個都肯嚟咧？嗱，呢個又係問題啦。呢個又係問題，即係而家曼聯同以前時勢力唔同啦。即係當年咧，個個都話嚟，我想攞下冠軍，我想即係踢下再高層次。如果你僆仔都仲 OK， 但係而家你去到一啲而家成咗名或者已經有穩固位置啊，即係世界級頂級嘅球員，未必會嚟嘅。即係而家個威，佢而家玩緊就係聲東擊西咯，即係表面就即係話想買啲巨星，其實佢係想執，即係執啲後。我其實都覺得而家曼聯嘅取向咧，尤其是雲高爾入主咗之後，或者雲高爾嘅心態咧，
開頭嗰個名單唔知係咪聲東擊西啦，有點疑啊！坦白講，文哥呢份人係其實佢唔係咁中意大牌嘅咋，要大聲。佢一路以嚟唔中意大聲，我都講過啦。佢喺拜仁同拜仁啲大聲鬧交，佢喺巴塞同李華度嘈，係咪嗰陣世界足球先生你都擺都就擺後備擺左翼咁樣？佢嘅歷史唔同啲大球星就唔好夾嘅，咁反而佢教阿爾克馬爾咪好咯。佢全部僆仔俾你崛起搞到鬼，所以而家有少少字咧。佢反而務實地，第一睇價錢，第二睇容易去信服去加盟咧，就可能而家荷蘭嘅話對兩個後防球員恩迪啊，係啊，係啊，即其實而家呢個都反為咧會比較即係讚洛特啦，同埋恩迪啦，即會比較現實少少咯，同埋價錢會咁狼死啊，大佬狼得滯，你就咁買個曉姆斯冇三四千萬一個，好似阿近成都講到嗰樣嘢啦。呢、这個世界而家冇乜幾多個好嘅中堅嘅啫，老實講。阿積士嗰個布連都有機會，我覺得。係啦，但係我諗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曼聯即係可能叫回歸原點，或者叫現實回歸現實，係咪下下都要買啲叫好貴嘅球員，或者係去升咧？我唔覺得咯，即係而家以而家嘅環境，譬如扎馬特而家24歲啦，咁亦都心得阿文高爾即上過一隊就中用扎馬特同埋恩迪噶啦，呢個黑人中堅噶啦，咁變咗其實呢兩個年紀又當打嗱，即係啱啱起啊，恩迪就22歲仔啫，其實扎馬特呢啲投資咪最好咯，即係如果佢打得兩三年，佢打得 OK 嘅話，就佢就成為一個新世界級球員。咁其實呢樣嘢都對於球會嘅經濟角度同埋現實角度，我覺得好處。喂，你老實講啦，我俾你買得個湯米前回嗱，你都借咗啦。因為嗰份嚟其實係好現實，佢唔會咁好高骛遠嘅啦。係啊，我唔覺得佢係咯，即係你問我就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對於曼聯球迷嚟講咧，又唔好抱一個過分，即係我當然啦，好似阿近或者其實佢係聲東擊西，同巴塞一樣嘅啦，都又係大家開始嘅啫嘛。係啊，一模一樣嘅啫。係啊，佢當然佢而家佢亦都有傳啦，即係有部分球員佢。佢其實都覺得拜拜沙拉拿噶啦，嗰啲我相信蘭尼嗰啲就拜拜緊噶啦。咁啊，佩蘭迪斯啊，仲有一個就係費拉尼咧，都拜拜噶啦。費拉尼佢仲話咧，衰到講到咩咧？即係話佢可能割價，即係可能2750萬磅加盟，佢可能話1000萬，甚至1000萬可能都甩噶啦，唔好阻住個地球轉啊！即係咁樣，你係淪落到咁樣啊，慘唔慘啊？不過老實講，佢可能世界盃會有得翻身都唔奇。望就咁望，打得好波嘅話，可能有人要咯。唔係曼聯就望就咁望啦，大佬，即係起碼打翻啲價錢啊，打翻啲新加坡啊，都即係起碼甩手嘅時候唔使蝕咁多啊。咁啊，當然啦，如果世界盃消息，當然我自己都會同啲拍檔去研究咧，就係做完呢集之後咧，其實嚟緊就淨會錄定音，又即係我就要等個名單出曬，然後再做定啲功課就分析，即係做定一啲嘅即係世界盃嘅分析啊！我諗咁樣會即係嚟緊會咁樣做啦。咁但係咧就都要講下少少即係啲近期嘅消息先啦。咁啊，大家會把一把汗就話驚蘇亞雷斯啊踢唔到世界盃啊！咁但係而家咧就啱啱做完手術啦，佢就話咧半月板嗰度有少少問題啫。咁就預計咧就以而家科技，即係話而家樂觀地咧就15至20日就應該 OK 啦。咁甚至上都仲可以嘅，因為而家佢首先即係日子啦，二來咧就係話個時間仲有，第二咧就話第一仗咧，其實係對哥斯達黎加啫。咁其實烏拉圭係算好賽程。其實你講翻我做咧，其實英格蘭個賽程真係曳到不得了嘅。如果佢第一場真係講得俗啲，你唔好話話啦，輸俾意大利先咧，咁你真係凍過水嘅真係。喂，而家但係唔係喎，英格蘭講到咧嚇攞冠軍啊而家。好有信心啊，朗尼話：我啊，真係要落心機啦，攞冠軍啦。short 咗真係，又係人類總要犯同一錯誤嘅真係。反為意大利，我覺得係又係少少黑馬嚟，因為冇乜人提起佢，越冇人提起球隊，其實係一樣。唔係啊，嚟人哋英格蘭話：我而家低調，學神又低調，球員又低調，壓力又冇。咁不過咧，個輿論或者事實話俾大家聽咧，佢打外圍賽都唔係打得咁好嘅啫。其實，而一個問題就係、是、英格蘭嘅始終個人才缺乏。老實講啊，中場仲要靠兩個老鬼支撐，前線入球能力，你睇下朗尼打大賽冇界得咁滯嘅，即係講難聽啲啊，04年係叫04第一年，跟住咧之後嗰啲就完全冇料到嘅，都希望越大失一係就紅牌出場，一係就總之就入波入唔到係嘛，跟住上屆歐國杯仲好少未踢，先停兩場係嘛，即係呢啲屆屆都係咁。咁但係話佢話季尾咧就因為發奮喎，學神都讚佢，哇你真係生性啦，哇自己咧傷咗嚟咧，啲狀態唔好咧，都整兩個嘅體能訓練啊嗰啲
調理下身體啊，即係鍛鍊下身體，哇！好痛定思痛喎、啊。不過朗力都係有啲動，即係佢都有啲動力嘅，即係佢都要顧及到，如果佢呢個世界盃打得好差嘅話，佢翻翻去曼聯嘅話，分分鐘就係真係完全冇冇機會出場都唔奇嘅。分分鐘係俾曬雲佩斯機會咯，屌冇機會咪冇機會咪三十萬磅啊嘛，大佬即係坐喺度，即係又係等睇下咪剩剩個剩嘅摩納哥啊，係咯，即係咪咯，大不了咪摩納哥，屌咪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啲都要睇動力啦，同埋你本身隊波咯，即係因為而家你今年就英格蘭始終被睇低咗嘅一個原因，真係。他始終人腳已經都不是以前了，在中堅位置上又是不是那麼穩陣呢，你對比世界列強，當然啦，你說喂你上屆歐國杯有一個眼前一亮的感覺，就是他，即如果你問我學神有少像當年呢波比粒神，即是波比粒神當年大家都知道嘛，即是以前英格蘭那一隊其實都是一個寄予厚望，90年其實全世界都不看好他，90年是一個真的畫即叫咩？劃時代都打破傳統，因為英格蘭不踢雙中堅，佢嗰年咧就劃時代就打清道夫，揾個霍加嚟打清道夫，咁啊霍加咁啊打得好啦，防守好啦，跟住前邊咧總之唔犯錯，就有機會就連尼加咪執咯，大家鬥執咯。我嗰時有本書比喻話，即係話一個打532嘅英格蘭差唔多等於好似英國廢除除咗君主制一樣咯。唔係咁，但係有一個即係老實講，即係如果以現代即係合乎現代足球嘅打法或者嘅功利主義咧，其實學神呢一招可能行得通都未定嘅、啊，或者有一樣嘢咯，你攣住意大利，攣住烏拉圭，你唔輸先咯，即係你一定唔輸先，你唔輸先，你咪第一鬥數哥斯達加咯，你咪咁咯，即係或者叫鬥攞分咯。咁所以其實呢樣嘢。是不是完全又冇機會呢？咁唔係咁，但我講到佢話攞冠軍咁，我就覺得係發夢啦、反夢啦，即係出咗線先講啦呢啲嘢，即係逐步嚟。跑落係，咁啊呢啲就係咁、就是。當然啦，每支球隊佢唔通話我哋入八強算數咩？咁我又唔覺得係咁嘅。好，因為講下你哋西班牙啦。係啊，其實呢個咁燦爛球季會唔會摧毀咗呢個西班牙嘅？好大機會，即係。我喺另一啲場合講過話，其實今屆西班牙好大機會係無力領先嘅法國隊咯。不過唯一有一個分別咯，阿迪古斯基始終都好過南美爾啊。係呢、這個無可否認啦。咁但係西班牙真係有危機，唔係個話迪古斯基冇料到，或者啲球員本身嘅質素。當然我哋講個最大量問題就係在於首先因為皇馬、巴塞、馬體全部都搏得好盡。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好，我俾你唞翻兩個禮拜，可能你即係再集訓啦先。但係咪嗰兩個禮拜已經足夠唞夠咧？即係你其實嗰啲肌肉疲勞咧，或者累積嘅，即係呢啲累積咧，佢而家季尾先嚟傷啊，好多拉傷咧，其實一個累積。咁再者啦，即係我有個朋友啦，即係都係我一樣巴西迷，就第一句啊，高哥斯達。抵你死啦！咁、啊、即係冇話，因為巴西人就會咁諗啦。你會唔會真係心涼㗎？咁唔係我另一個角度睇咯，即係既然佢都唔代表，咁你無謂啦。即係嗱，佢又係嗰句留住個人，留唔住個心。咁如果你連巴西都喺巴西個體系個發揮，其實佢我就唔明白，佢啱曬小加利杯茶嘅呢、這個呢種前鋒，直情係哇！佢代表巴西，其實巴西即係佢。嘅贏嘅機會係再大啲，再大啲。唔係，我真係唔明咯，即係可能佢一時意氣嘅，即係我自己覺得迪亞哥斯達係因為有一輪阿小麗唔選佢、啊，可能就係嗰個位啦。呢啲位好緊要嘅。通常啲球員即係個國家隊主席成日都唔俾電話佢呢樣嘢啦。但係有一樣嘢㗎嘛，調翻轉你即係話咩啊？你唔好理個過程，你要嘅就係個結果嘛。你要個結果就係佢後屘打電話親自打俾你，喂，你唔好揀西班牙。你過嚟，即係呢啲情緒好似有啲懷春少女 feel 嘅咯。點解成日都唔俾暗示俾我？我點解你成日都唔即係我俾曬暗示咧？點解你都唔溝我咧？點突然間你咁樣話，即係約你出街，即刻呢反應？即刻結婚係嘛？未即刻閃婚咁啊嘛？即係但問題有時好難講嘅，即係唔係我唔敢講佢代表西班牙係錯。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睇翻歷史上有幾個代表西班牙嘅即係轉籍嘅巴西人啦，當年如果你話近代啲啊，唔好講到嗰啲咸豐年咁耐啦，就叫做杜拿圖啦。咁但係杜拿圖代表嘅時候，因為佢依年紀大啦，同埋西班牙當時都唔係最盛嘅。咁但係後期咧反而最成功就係當然冼拿啦，冼拿即係啱啱好就係西班牙當時缺乏嗰種類型而啊阿拉戈尼斯又起用啊冼拿咧恰到好處，解決咗個問題係啦。咁變咗其實呢個係成功嘅轉移嚟嘅，呢個無可否認。咁所以
卡坦下就另外有前鋒啦，卡坦下當時踢次大一個相當出色的前鋒，但係因為巴西太多前鋒，嗰時就真的多到咧，你西班牙攞去使，佢都算係成功例子。啊，唔係即係如果你講轉其他國籍啦，葡萄牙咧迪高啊，即係都係當然好成功添啊，尤其是當時小拉尼勸即係叫佢喂你入籍啦，幫你搞入籍一陣，唔好搞咁多啦，你巴西你冇機會噶啦，咁所以其實 O K 嘅，咁變咗呢家嘅西班牙講翻轉頭啦。是疲勞的，我絕對認同是疲勞，有很多因素，還有個天氣也有因素，即是我說近一路賽在做節目前都有研究的，其實如果真的有一個叫做費洛荷利桑提，即是亞細沙那裡，即是叫做Minas Gerais， 即是那個地方的下面以下呢，通常呢譬如好像里約亞、聖保羅啊，甚至去南大河州那些，即是那些全部地方呢都是比較涼的，18、19到20多度而已，真是冬天來的，是真是巴西的冬天，但是呢以上那些呢，尤其是哇咩最北的，即是什麼那個福塔雷薩啦、拿度啦，唔係呢度都熱㗎，但係海邊啦。雷西菲咧都係東面就比較有海邊又有啲風，但係都係屬於熱。但係最犀利就係我都講過啦，英格蘭打第一場波嗰個叫 Manaus 嗰個地方，嗰個馬魯斯個地方係第一內陸，第二我都話咧喺亞馬遜森林嗰啲河嘅係啲大河嘅河口嚟嘅，嗰啲接壤地方嚟㗎，嗰啲機嗰啲。呢場波可能係成個世界盃最悶嘅一場波嚟。同埋就一個意大利都可能頂唔順。同埋係啊，其實同埋一個問題咧，即係當其實巴西賽會都有咧，同貴族研究一個問題嘅，佢哋都話啦，當地其實我都介紹過啦，就話佢巴西同香港時間即係呢邊嘅時間咧，就爭11個鐘頭。咁所以十二點咧，即係嗰場波其實即係當地嘅一點鐘，喂，當地一點鐘啊，大佬，咁你29、30度，再加埋11、31度，咁你死嘅，你曬正咗你唔死啊！即係呢樣嘢大家都知嘅，你而家上嚟40度都得，冇噶，你而家就算唔準40度啊，我睇嗰啲即係天氣嘅預報，通常你當30多度啦。喂，你而家香港30多度曬住下濕啊！你都夏天你都死啦，即係你唔好講到去巴西咁遠咯。濕啊！分分鐘嗰個濕度係100%。唔奇噶，因為嗰度真係森林嗰啲地方嚟嘅，內陸嚟嘅，咁所以嗰度係好犀利嘅。你期望佢唔好落雨添啊！不過會唔會係打咗30分鐘已經一半球員瞓喺度賣綠衫？所以而家佢話推遲嘅，唔會推遲嘅啦。但係問題咧，佢每半場就會俾2分鐘你飲水咯，即係呢個人道啲嘅理由咯。咁就冇辦法㗎啦！打世界盃一來咧，而家即係講得俗啲，第一話知你死，整多幾個城市，整多幾個城市，最好你成個巴西遊曬佢啦。第二即係揾多啲水嘅啫，佢話知你死啊，你人道啊，亦都有啲政治因素咯。我相信係當地嗰啲省長啊、市長或者係當地嗰啲議員。最想即係有啲定職工程嘅嘢喺度咯，唔係一定係噶啦。你而家所有大賽、奧運好、世界盃好，你其實都係呢啲攞政治本錢。唔係即係等於香港都要搞個奧運馬，係啊，或者搞 GDP 係嘛，一定係噶啦，即係呢個無可否認噶啦。咁同埋而家仲有好多問題存在啦，即係除咗講天氣嗰啲，聽講配套啦。嗱，首先咧，聽講南部咧啲登革熱好犀利，咁咧唔係即係總之巴西東部啊，即係我諗濕嗰邊咧，即係登革熱好犀利啦，話已經好多人瀨嘢啦。咁第一啦，第二咧啲球場未起掂曬，啲設施起掂曬，仲要話好多球場冇 WiFi， 而家好大鑊啊，真係係啊。不過復古啦，啲索性嘅位都未掉，不如變咗企位好過。唉，我都唔知點啊！即係如果你冇 WiFi， 你唔係我懷疑緊，而家有啲即係我啲行家咧，即係都要過去巴西成個月。佢話驚佢哋做嘢啊，都麻煩。如果現場有冇 WiFi， 我唔知啊，信唔信都摸未知啊！而家咪翻返10、20年前嗰種狀態咯。咁咪黐線啦呢件事！你打 Tennis 俾你。喂，大佬呢件事唔容許噶嘛，大佬喂。普通人冇都話咩啦，但你起碼你當地你媒體要有嘛，你依個好緊要，全世界等緊你啲消息，全世界等緊你啲嘢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我相信，當然我覺得去到仲有2個幾禮拜都仲迎刃而解嘅，都仲可以2、3個禮拜廿日到啦，仲有3個禮拜到啦，都仲有機會有啲嘢仲可以講到嘅，我相信。你信唔信真係可以船到其實之敵咧？咁嗱，好似當年德國搞，其實係棘咗喺橋上。冇咁，你南非一樣搞到啫。我唔信巴西會差得過南非啊，差唔多嘅，其實同埋要錢嘅咋。有啲又話勒索，又話咩罷工，又話乜嘢？你98年嗰啲機師都罷工啦，仲我仲唔趁呢啲機會打劫你啊？大佬仲唔揸住你出台同你講啊？梗係啦，又仲有啲拖糧，以嚟推你呢啲古靈精怪嘢嘅，乜都有嘅。咁所以而家。巴西世界盃當然啦，就係咁噶啦，係咁嘅定案噶啦，咁啊好唔好睇，攞唔攞冠軍就多嘢就到時再講啦。我相信好多嘢
仲有啊，因為巴西又好大，你唔同法國，你唔同德國，你巴西係即係等於中國咁大。你南南北北，你都唔知點㗎，你真係唔知點㗎。咁當然你換咗中國所有咯，大唔係你問我，佢聖保羅里約嗰啲會好啲，即係應該因為始終大城市同埋啲球場或者巴西利亞嗰啲大嘅球場會好啲。或者叫做大球會嗰啲咧，明尼路啊，或者下邊咧葡萄牙阿力基咧，即係嗰啲叫即係嗰啲南部咧，嗰南大洋洲，即係嗰啲金美澳啊邊，即係嗰啲我諗會嗰啲球場會好啲。你東部東北嗰啲你就真係嗰啲係危險啲，所以我哋就算有啲朋友揀睇波或者我自己一去到嗰啲咧，我唔係唔想去嘅。即係你話如果冇乜人，即係唔係世界盃悠哉悠哉，我就會去，因為同埋個有一定嘅冒險精神。唔係同埋個問題在於咧，就係嗰個交通問題，因為而家咧大部分嘅飛機咧。真係飛里約同聖保羅㗎啦，即係就嗰度轉㗎啦。咁甚至聖保羅先嘅，通常都係。但係問題就係你根本你要轉機喎，你去到東部北部全部要轉機喎，即係等於香港搭去大連咁啊，大佬。咁你所以其實即係你變咗有啲人問我，喂，你有冇睇到兩場或者你跟巴西隊？我跟巴西隊飛，除非即係你電視台贊助我都仲可能好啲啊。即係話我有嘢做，或者你有機構贊助我就話啫，大佬點去啊嗰啲？咁所以其實世界盃都幾得意啊！而家好多啲話題啊，即係阿近，我谂断断估唔会差1950年嘅，应该唔系会1950年打？你叫指成绩定系点啊？唔系，我估啲配套唔会差1950年。嗰阵时啱打完仗嘅，都大家都可以将就到啦。喺呢个时代，你搞到如果搞到幕后嘅话，系大丑闻。系啊，好事。即系最灰嘅一样嘢，即系特巴利特都依然会宣布佢嘅计，我会继续竞逐连任咯。呢、這个人根本系不能够。都退翻咗，即係老實搞到點依家世界啲災難都好嘅，佢繼續好官落自為之咯。唔係即係如果嗱，當然啦，我都冇深究以往嘅貴州會長、歐洲會長或者咩啲奧委會嗰啲啊、主席啊啲咩會長嗰啲啦。即係如果我首選呢近呢二三十年咧，一個最腐敗都最唔知醜嘅人，應該去當選。完全冇極限呢個，當之無愧。我諗佢係青出於藍咯，佢係仲攞命個夏威顏子咯。唔係夏威男子都會，唔係都有貢獻噶嘛？即係佢將黑白時代，哇！電視好啦，直播啊，或者係商業化，即係其實嗰二三十年係最好嘅。但係直到開始夏威男子老啦，喂，俾佢接手，喂，就嗰樣彎啊，開始彎啊，你明啊？根本上呢季嘅，同埋跟住下嗰兩季係所有壞事會暴露曬出嚟。係啊，真係嘅，因為彎啊，你諗下當日韓嗰件嗰度開始已經其實彎彎地嘅啦。即係到去到俄羅斯嗰屆，啲非洲球員出場，跟住全場嗰位馬騮叫，咁係咪我全部非洲球員即刻會杯葛嘅？咁點收科啊？同埋最好笑係你跟住杜拜一屆又唔知而家都到緊夏天又都唔係啊！你而家卡塔爾嗰度。我收到到臨踢嗰之前嗰年都未傾掂。唔係啊，阿近你知唔知我睇嗰個World Soccer 一篇嘅即係好深度嘅介紹嗰一樣嘢，佢話好，我當你解決曬啦，你球場有冷氣，哇！啲運動員好舒服，冷氣踢咁啲。你啲人唔使旅遊㗎，啲人唔使行出街㗎，啲人唔會暈㗎，啲人唔會口渴㗎，即係你要考慮呢啲嘢嘛，你而家係。唔係，你搞個世界盃，唔係就係踢嗰32隊大哥，嗰啲旅遊係遊客，唔係人嚟噶，嗰啲官員，即係就算你，即係好多人去噶嘛。不過呢個問題都唔大嘅，我嗰啲有錢可以解決問題。唔係有錢嗰啲酋長，乜嘢都免費送冰水咯。唔係啊，你大佬你其他平民百姓啊，係啊，你真係唔掂噶嘛，即係你嗰陣時係即係叫叫咩啊？即係人嘅意欲去哇40度咁，你去唔去啊？我哇，你諗啊，即係我有朋友講，甚至講。我今屆巴西唔去唔緊要，起碼俄羅斯嗰個時間咧，如果夏天去咧，我仲好啲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你卡塔爾點去啊？你而家個天氣咁。我呢一諗今日我諗翻成個世界盃歷史，我覺得可以分幾個時代。但係最初嗰三屆可以叫做草創時期，係跟住50年到74年係黃金時代，跟住78年到九八年，我叫白銀時代，跟住02年到依家係我叫做青銅時代咯。但未來咁可能今季開始會係進入一個爛鐵時代咯。係啊，即係科技唔係，同埋佢最衰一個政策。首先佢好多即係好多而家當代足球好多各式各樣嘅因素係會搞到個世界盃係越嚟越冇啦。佢開得去到好。
一個地步是爛的開始是。同埋 我自己覺得 有某些政策呢是他們過去足協就是揾水呢就令到那件事第一首先打得比賽太多了已經是這個問題啦。那些過去足協聯會杯又來搲水啊等等跟住呢是搞到譬如科爾那些死人啊就是那些都是有養成都是幫兇來的。咁第一啦第二呢就是那個不同州份啊攞分餅仔那些咁嘅衰嘢呢咁搞到好啦南非又搞搞呢度搞搞搞。好啦第二呢第三呢就是話佢喺唔同國家咧，佢又縱容佢，即係佢可能或者大家會傾掂數啦。又南又北又成，哇！你冇北極搞啊，不如阿拉斯加搞一辦係咪先？你南極搞啊，你唔好去。即係你而家變咗咧，佢乜嘢都唔理，佢唔會考慮你球迷嘅死活，佢唔會考慮你所有嘢。總之你飛你就飛，你唔飛你罷就唔會，你唔睇啊，大班人睇。即係其實今時今日世界盃係得有我諗十個八個最成熟嘅經濟體可以做嘅啫，亦都唔計嗰啲新興市場，即係即使喺中國搞，我估都係會係災難，好災難嘅會係。我同朋友傾過，即係講舉個例，你話中國搞咧，中國搞唯一有一個好事嘅，即係好事嘅地方就係話，即係中國要搞面子工程嘅嘢咧，佢就話 A， 你又唔敢話 B， 咁咧硬件會有咯，唔係係啦，同埋你配套可能都係唔係咁佢唔係咁，但係我又覺得真心地咧，即係譬如你未俾我感覺，譬如北京咁樣。搞奧運之後咧，或者廣州搞咗亞運之後咧，有一樣嘢係促使咗嘅，即係話首先啲交通好咗啦，即係真係有啲配套要好咗，即係佢話點樣起咗佢都要好咗啦。而家啲地鐵啊啲成，第二咧某啲即係我覺得人民嘅素質係好咗，呢個真嘅。咁同埋某啲嘢咧，即係當然我而家最話係即係我成日講中國啊嗰個問題係啲咩？起完之後佢唔知點善後啊，同香港一樣啫嘛。起完個場咪擺喺度咯，好似鳥巢側邊嗰啲設施咪擺喺度咯。咁你球場一樣噶，喂你唔開放俾球隊用，或者你一啲即係當地嘅甲組會或者呢個冇用啊！你即係等於咩？個悲劇咪九二巴塞奧運嗰個強咯。喂，其實你真係要配套噶嘛？你配套就話你要規劃。斯巴達嗰時候都肯搬入去，但係冷清清噶嘛。係啊，你咪即係你要考慮好多嘢。你而家大陸都係㗎，譬如廣州嗰邊搞完亞運，有啲咩奧林匹克場咩體育場，喂揾鬼去咩嗰啲冇波踢㗎，大佬。咁你問題就係你要諗下要點樣嚟緊係用完之後會俾國家隊用啊，俾球隊用定係俾民眾用啦？即係你有呢啲嘅諗法咯。我成日覺得。做咗唔緊要，即係你一定要做。你問題善後之後嗰幾十年，咁你個球場擺喺度做咩啊？係嘛？你踢嗰幾場波啫。其實巴西都可以算係適合搞，如果佢係真係集中曬喺里約同埋聖保羅，或者南部啊嗰啲咯。啊，你講五零年嗰陣時咯，啱啊，即係五零年代嗰陣時咧，下邊啊，即係始終咧沿海啦，即係西南部咧嗰度咧就開發啲嘅，定係進步啲嘅。你東部啊、東北部咧，老實講，就算你講而家巴甲嚟講，你唔好講即係五十年代啦。而家都係差啲嘅，你抓去到咧，哇！嗰啲場你試過笑死你，有啲場係可以斜嘅，你電視都見到斜嘅，你唔夠去踢嘅，你梗係唔夠去踢啦，大佬！啲草係長嘅。巴西政府佢用呢個即係籌辦世界，即係呢屆世界盃啲資金，你集中翻曬喺南部傳統嗰啲勁旅嗰啲球場，你翻身佢。是即係唔會搞到咁勞民傷財咯。冇啊，咁大佬阿近你又考慮一下啦，佢唔係起球場，佢係點 gap 水咧？大佬佢要起球場，有人都話噶，你起個嘉年茶球場做乜嘢咧？係咯。你嗰度有冇球隊？冇球會噶嘛嗰度？冇球會咁車嚟做咩啊？整啲公務員球會啊？唔係咯，俾咩啊？俾球員俾咩啊？政府啲人踢啊？係咯。係咪先？你咪好笑咯。所以有時呢啲咪抵鬧咯，咪咁我就係嗰句咯。你唔搞呢啲咪 cap 唔到水咯，大佬。你淨係翻身個。係你會將嘅呢架世界盃好唔係，其實啱嘅，你講得啱啊！就係話，譬如你巴西嗰個足球歷史個基石已經好強咧，你應該係注資或者你要同佢傾，你係翻身現有球會嘅球場現代化咗佢就 OK 噶啦。起球場其實唔需要起咁多個。係啊，德國咪係咯，德國嗰屆其實就係即係。就係啲組織係組織得似模似樣。唔係阿近，你唔好用德國嗰個尺度啦，因為德國人做嘢正路好多。嚇正路。跟住佢聯賽成熟。係啦，即係佢嗱，佢起完啲球場，佢咪休。唔係，譬如當年嗱，叫咩？唔好講德國啦。你記得我哋僆仔嗰陣睇意大利，意大利好多都係翻身球場，譬如米亞山球場啊、都靈球場，全部翻身啊嘛。好靚啊！係咯，你翻身，因為幾廿年冇翻身啊嘛，你咪翻身佢咯。你起咩啫？起幾個？但係你起埋嗰啲球場都冇人用嘅，嗰啲冇球會嘅，咁所以咪就係而家巴西都有時都面對啲問題，同埋而家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咪就係而家金元足球嘅問題咯。即係我成日話白禮特嘅腐敗，佢就係上梁不正下梁歪，貪錢
喂，以前邊有講定下兩屆嘅大佬？我因為要 gap 水嘛 ，gap 咗啲水翻嚟先啊嘛。好啦，跟住搞到下面嗰啲全部政府人哋對方搞嘅主辦國，因為全部都係鬥 gap 啫嘛喺度。咁呢啲咪就係嗰、那個成個嗰、那個足球體系嗰、那個啊，即係咁樣搞落去，咪大家鬥 gap。最後拉翻少少展望啦，我所以我預計今屆巴西國家隊其實係2002年嘅巴西加南韓咯。啊即係都係會有少少即係做俾佢嘅因素喺度咯。即係其實嗰陣時2002年巴西個分組擺明係一個即係其實尤其是係大哨佢攞神射手係一個造神運動嚟噶嘛。咁佢嗰組係就係真就係做造神射手出嚟噶嘛。咁其實呢個造神不過依次造神射手有少少係做咗係俾梅西嘅想，但係睇佢會點打法咯。佢都唔係㗎，唔係啊。咁老實講，如果你講翻轉頭梅西。其實屆屆都入得一球波咁樣，大佬你唔係咁就係我就會估佢入波入多啲，但係去到淘汰賽可能佢又好容易出事咯。係啊，佢可能表面上係會攞到個神射手添，但係最後尾其實佢係強多國家隊都係強差人嘅，後世都會覺得佢係失敗嚟嘅。咁啊呢個都言之尚早啦。不過如果講開世界盃啦，咁樣講開少中超啦，咁阿近你知唔知或者你諗唔諗得起而家喺中超會或者中甲有咩球員踢呢？我嗱，你唔需要，你唔需要，唔係唔知都唔緊要嘅，因為你可能少睇中超。咁原來即係還好啦，即係而家近代嚟講咧，因為如果睇翻過往嘅中球，即係嗰個世界盃進程啦，譬如好似1998年就得一個球員嘅啫，嗰陣時就係、是、巴拉圭嘅叫金波斯，即係北京國安嘅。咁啊，2002年啦，佢就世界盃即係中國自己踢啦。咁其實佢做一個球員嘅啫。咁但係咧，就2006世界盃咧，咁啊冇嘅，一個都冇啊！你話幾腐敗嗰陣時，嗱呢、這個其實唔係我點樣計數咧，其實你會睇翻嗰個聯賽或者你嗰個地方個足球嘅興盛，因為其實細即係嗰個係反映咗你個水準啦、啊，係可以入到去個決賽周，呢個係一個好即係令到個國家足運可以。有機會上上大機會，點知你下一季竟然就係唔係？點知就係嗰世界盃之後，仲更加衰，就係、是、最衰嗰十年咯，就係嘛。咁啊，跟住好啦，2010年咧都仲有三個人嘅，即係兩個人出個場啦。咁但係今屆咧，其實肯定參賽嘅咧就有五個嘅。咁首先起碼即係我一個幾喜愛嘅球員啦，就係、是、當然廣州恒大嘅金英權啦，即係韓國國腳啦，仲要正選中堅嚟嘅。咁另外咧就波斯尼亞國腳米斯莫維，呢個亦都係我好中意嘅球員啦。咁就另外仲有當然韓國腳近年因為都好多韓國嘅球員過咗中國啦，就有啲邊緣人物啊，或者都入咗喺廣州富力嘅朴忠佑咧，同埋咧就喺北京國安嘅上年都效力 FC 首爾嘅何大成咧，亦都係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諗比較即係好啦。即所以變咗仲有查維斯咧，一個喺中甲效力嘅球員啦。咁呢個亦都係洪都拉斯國腳嚟嘅。咁洪都拉斯國腳其實有啲可尋嘅啦，佢呢幾屆咧其實都唔係即係咁啱線啦，尤其是啱啱洪都拉斯起緊嗰時，中國就簽咗一紮嘅馬天尼斯啊嗰啲咩卡比拿度，咁但係大後期佢哋都有入選啦，即係嗰幾個咯。咁所以其實都大家當然啦，即係中國一定即係中超啦，都會趁呢個時間休息而大家都會關注尤其是金英權啦，或者幾個南韓國腳嘅即係嘅表現啦。但係我自己都幾睇好米斯莫維。咁其實大家會亦都會談論一樣嘢。就話迪亞文迪即係冇得入選，咁我都解釋過啦。禮拜一即係其實佢揀得咧都預咗，咁同埋甚至迪亞文迪自己嘅表現都唔好，即係唔信服啊。你嚟到中超，即係你要有一個比較閃亮嘅、都穩定或者大起球隊嘅作用。咁但係嚟到咁耐咧，即係你會覺得佢係自己踢自己波多，同埋想好極力爭取表現、好努力，但係適得其反有時啲嘢，適得其反嘅時間咧又變咗，同埋去到嗰個年紀，佢要錢啦。有冇得打佢都預咗，其實佢四個字都心裏有數咯。講就講到即係佢自己好失望，咁實係失望噶啦。但係問題我哋都開頭有啲預，即係預備就係佢50-50咯。我哋嗰度得咁，所以世界盃啦，咁暫時係咁多先啦。咁我都會即係嚟緊啦。當然嚟緊嘅世界盃前咁幾集都會逐一個禮拜，即係可能每個禮拜就分析一兩組啊，大家傾得深入少少每支球隊。當然其實我都想希望，因為其實呢幾日都已經定最後名單噶啦。咁當然喂，仲有個意外啦！啱啱話你國國家隊選出嚟嘅就冇當奧運喎，冇當奧運喎，咁呢個係好稀奇嘅，就32歲仔，之前三屆世界盃國腳，咁話説啊，奇恩士文覺得佢個狀態唔係咁好啦，咁樣咁算吧啦，奇恩士文呢個人啫，我覺得佢一個改革者，一個創新者，但係佢亦都係一個
幾偏執嘅人嚟嘅，有少少。即係當然我內裏唔知道，我哋唔知佢哋發生咩事，或者當路雲嘅狀態真係差得好緊要都未定。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咪觀望咯，有陣時係咪一定要多個雲喺度先好咧？佢啲美職聯嘅表現係點咧？呢排我自己真係少睇啦，今年美職。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今年有一段時間咧，就喺即係國家隊就話佢表現唔係咁好啊，即係始終唔係咁好。咁我相信其市民都唔係一個傻仔嚟嘅，係嘛？即係當然佢都有啲偏執，我哋嗰個。咁當然我哋唔知嘅個內情。咁就係最終選擇。咁我哋咪就係都嗰句咯。個事實會證明一切啦，係咪先？好啦，咁啊，多謝阿近啦，咁啊，下個禮拜多謝收聽啦，咁下個禮拜繼續有爆足90分啊！